现在已经几点了？怎么这个时间点还没有睡呀？你说你现在还不困？那，你试试听这个视频，看你能不能睡着吧。这是一个睡眠引导加视觉引导的视频。像往常一样，先轻轻的呼吸，没关系，你只要保持你自己的节奏。呼吸之中，感觉你的身体正在慢慢的下沉，在慢慢的下沉，这是宝宝的声音。消失在一片朦胧之中，让意识随着水的波纹引起，慢慢的散开，慢慢的散开，让它逐渐的凝结，凝结成一颗透明的水晶球。随着水晶球反射的模糊的光点，意识也在某个时刻渐渐的模糊，也好像有一丝力量在轻轻的抓住它，从清晰到模糊，意识的光点在渐渐变化着。当意识的时间在不断的拉长，现在所有的时间都变得越来越慢。随你的内心，再一次轻柔的呼吸，让你内心达到无比的平静。
沉睡在大海里。可能今晚你的梦境可以梦到不一样的世界，一个蓝色的世界。好了，接下来就交给你自己了。